才能发号施令。 该怎么办呢？怎样才能帮助半半龙呢？聪明的溜冰鞋和漂亮的布娃娃都想不出好办法，何况我呢？ 垃圾桶，听着，我不是垃圾桶，我是清洁桶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干嘛不早说呢？是我叫错了，别再生气了，我叫陀螺，你是不是找我来签名的？耶！<笑>
好极了，好极了！我可是大明星，一般找我签名的人还要排队呢。等等，等等，让我想想啊，就签在后面好了。好啦，现在可以转过身来啦。能不能再提一点要求呢？可是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签了呀。我是爱莫能助啊，想必你也看得出来，我是个大忙人，为了演出跑来跑去，还要应付数不清的崇拜者，哪里还能抽得出半点时间来呀？那怎么办呢？这是我最最心爱的糖果包装纸，我愿意把它送给你，帮帮我吧。我还当是什么好东西呢？走开，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好商量嘛。我叫大牙狗，他是T恤猫。这位才是未来神龙王国的皇帝。耶！又是老一套，真无聊。只要你能帮我抓住半本龙，你就是劳苦功高，有名有利，呼风唤雨，否则就把你撕成碎片。我会把你捧成大腕明星，到处巡回演出，名扬天下。听，老子有的是钱。要不然就把你啃成烂泥。怎么样，各得其所，公平交易。原来是这样。他想的倒挺美。他马上就要落入我的圈套了。哈，也许这是个好主意。当然是个好主意。
天气这么好，风和日丽，太阳晒得暖洋洋的，我去公园散步。你去散步？好啊，我们在家伤脑筋，要有时间去散步。等等等等，等我把话说完嘛，等我把话说完。其实我不是去散步的，是去想主意的。那你在外面到底想出主意来没有啊？是啊，想出来了吗？啊？可惜，可惜，只差了一点点。后来我就去看表演，啊，看表演，表演精彩极了，我还认识了陀螺。你们看，他还为我签名了呢。那再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，我想他能表演哪首好戏，让半半龙开心呢，所以我就邀请了他。什么呀？人家是大明星，我怎么请得来呢？我就是陀螺。陀螺？谁说我不会来的？其实我不是什么大明星，只是个街头艺人而已。哦，原来只是个业余的。不过逗人开心可是我陀螺的拿手好戏。这里的一切都应该属于我，属于未来的神龙王国的皇帝。你去朝前走。我在公园里表演的时候认识了很多龙，所以我一定能够找到半半龙的家。铁笼壁。哦。
是个老爷爷，而且老的连牙齿都已经掉光了，还有什么用啊？溜冰鞋，不许你这么说，本来就是嘛。铁龙爷爷，快醒醒！铁龙爷爷，快醒醒，别睡了，太阳现在还老高老高的呢。了不起的喷嚏啊，原来是调皮的陀螺好久没来看我了，难道非要我这个年迈的老人家去探望你？最近演出实在是太忙了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。哎，铁龙爷爷，您老人家见多识广，一定认识半半龙的家，对吧？谁是半半龙？你？不对不对，半半龙在这儿。就是这个小家伙。我已经老眼昏花了，也剩不下多少精力了，还是去问问身强力壮的五龙吧。五兄弟为人豪爽，消息灵通，一定能帮助你们。再见，再见，老兄。以我的经验，贼头贼脑的一定不是好东西。漂亮的龙，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对吧？简直就是活龙活现！半半龙，半半龙，半半龙，你小心点！好，半半龙，实现自己的愿望并不容易，去找火龙吧，他会照亮你回家的路。快点，快点，要开始了。别人最最喜欢的东西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